万达帝国崩塌，负债4205亿，王健林成首富。去年还说着一个亿小目标的王首富，一夜之间跌下神坛。国家点名批评，银行断贷，股债双杀，资产大缩水，贱卖资产，宣布彻底告别房地产。即使做了一些劣补救措施，万达帝国却并未转危为安，反而陷入了更大的危机。各个产业链纷纷大溃败，万达帝国破灭，王健林的灾难开始了。这一次或许真的是王健林哭了。追念2017年从亚洲首富到大马城事情，遭受股债双杀，随后海外投资频频受限，被当局点名制止存款，实行海外投资，到甩卖式的减资和出卖严重资产，650亿出卖万达物业，再到万达网科被曝裁员，现任一个亿小目的的百姓公共从年中的亚洲首富到年末的市值缩水500亿，一场大马城事情激发的滑铁卢，还能使王健林站起来吗？炒房已是过去，房价下跌只是时间问题，现在的虚高只是有很多人在垂死挣扎着，近千亿的房地产缩水好几倍抛出，可想而知王健林不可能没算计到，套路很深，接盘都是研究好的，记住了不是一块两块钱，在商场如战场的地狱里，走路是要头贴地四脚八的走的，小心小心再小心。在前些年，万达帝国让王健林坐上了首富的日子，但是好景不长，据传去年开始万达就开始走下坡路，而王健林因此也毁损了很多的资产，就因为这样有很多人都在唱衰王健林。但是反过来说，王健林名下的企业不知道养活了多少工人，要是万达倒闭了的话，又会有多少人面临失业，那些人又该何去何从呢？万达将13个文旅项目的 91% 股权转让给融创，且现有项目贷款由融创承担，表明首富都不玩地产了，谁还玩？房地产最终是要走入冷却，改革势在必行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